大家好啊！今个星期咧，我会好忙噶，所以话咧，净系有一场直播，时间、地点、平台喺下边公布呢条片嘅下边。咁今次直播咧，我会多啲同大家嚟倾偈，咁会畅少一啲。如果你哋有时间咧，就入嚟直播间同我一齐倾下偈，听下歌啦吓。咁到时见喎。仲有记得星梦交响慈善音乐会嘅门票啊！将会喺4月20号正式公开发售，大家可以去香港文化中心或者喺城市售票网买飞啦。预先多谢大家支持，多谢，我哋直播见啦。大家好，这个星期会很忙，所以只会有一场直播，时间、地点、平台在下面公布。那么这次直播呢，我会多一点跟大家聊天啊，稍微畅少一点。如果你们有时间就进来陪我聊聊天好不好？然后到时候见，谢谢。还有那记得星梦交响慈善音乐会啊的门票将会在4月20日正式的公开发售。那么大家就可以去这个香港尖沙咀文化中心以及城市售票网啊去买票。预先多谢大家支持啊，到时候见。我衷心